舅母，快过去见过。啊，二舅母，哎呀，快起来，来，这旁坐下。看你身体单薄，食不顺意，却是为何？寡孙女是小肚病，从回去办事去，便去衙道是进了。什么？林姑娘来了吗？啊，真的来了啊！哎呀呀，来迟了，来迟了！哎呀呀呀，老祖宗，我来迟了！坐在。乃今生富贵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冯老师就是了啊！这是你灵儿嫂子，二嫂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好一个妹妹呀、啊！那边过。外甥女分明是虐待欺凌了红来道，妹妹来坐下坐下，你是进来到这里呀、啊？休当作分别几句才话中，这家中人。走下，你们赶快放轿子，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歇歇去。是，妈妈姑娘随我来。对呀，带来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啊，把我身边的那个紫娟丫鬟接了的又好使唤呢。是，见过林姑娘。老娘，家里来了客人，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林妹妹，
姑妹妹好像在啃坚果的呀。哎呀，又要五十了，你何不啃坚果啊？啃了坚果看见面色，心里好像神圣的一般。哦，好啊，这样嘛，又在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妹妹，你得过书吗？证明名官的人有标识的。不是不是，妹妹，你有女儿没有啊？我没有女儿，你哪个女儿也是件稀罕之物，岂能人人都有？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下不是，还是灵不灵？我可不要的东西。李长，你生气啊？要当马神容易，我可去收你那民根子哦。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陈先生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宝娘，把她带上。宝兄弟，宝兄弟，哎呀，宝娘，你快带上。宝娘，宝娘，宝娘，当心你第一次到，快带上。兄弟，老太太不是常常这里吗？这富贵家呢，就指望着这个命根子你。舅舅耳朵里去，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那怕什么？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的文氏母王罢了。好啊，原来你得了牙了，被封为文氏母王了。哎，别人叫着你可不能叫。为什么不能叫？我偏要叫文氏母王。再叫文氏母王，文氏母王。
去敬个礼。宝贝弟弟，放声的林妹妹。妹妹请吧。姑娘爷爷能了，你回去吃药吧。你先回去吧。哦，你吃完药再回来。舅舅在井里做大活，你看，可不像林姑娘那样。听说那宝姑娘还有什么禁书，也像宝玉那块玉一样，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呢。莫失莫忘，心事很畅呀。莫失莫忘，心事很畅。哎，宝贝弟，听说你经书上面也有几个字，今天要让我赏鉴赏鉴。我没有什么好看的。嗯，宝贝弟，你看了我的，岂不不让人家看你的呢？不离不弃，方令勇气。这两句话真像五字一对呢。好香啊，宝贝弟，这什么香啊？哦，像是早吃吃了冷香丸的香气。冷香丸那么好闻，借我一碗尝尝吧。又闻到了，也怎么能好吃的呢？嗯，这香气好闻嘞。哎，宝弟弟，我们来下棋好不好？好。妹妹，你可不要听他的。哎，你听我想一想，你下赢了，我可把你喂死。要是下输了，谁请宝贝弟随我们两个做徒弟吧。你看你这张嘴。
外面有人找你，是老爷唤你。老爷叫我。既是老爷唤你，那就快去吧。哦，王爷，你忘记披风了。老爷唤你，也用不到这样心惊胆怕的呀。娘娘吩咐，叫丽红姐妹们回到大观园中去治。大观园，你可要进我好好地读书，若不安分守己，就不饶你。牢牢记住。是。沈文勇从小人字本也，是君百苦一百种，是我百苦一不笑也。三高五长乃成立政治大清，为人政治百苦一百子，此事故众人称孝子之门也。人家在哭闹，你还在笑呢。
你成这个样子。来，做什么？二姨，你上次叫我弄的书布今天哪来了？在哪里？在这里。拿来我看。来，水香气，对不对呀？二姨，该上到我了吧？好，明天上你吊钱。谁没有见过吊钱呀？二姨，把这个象牙雕刻送给我吧。好，拿去拿去。把这个荷包也送给我吧。哎，别的都可拿去啊，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谁也不准拿。拿来，喏。像这样的好处，老爷却不许我动。嗯，今天我背地里飘得太过爽快，树大到天津有事，难得西厢奇妙事
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哎，好妹妹，今天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好妹妹，真是好文章。Thank you.
是儿子自知的悔，什么也不怕了。那你决定再不唱戏了？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二爷，苏西子。哎呀，你少管一些好不好？不知我家二爷又做了些什么文章正的事了？还有风风雨雨被上头知道，红萝卜又要顺在那处长的。你怕什么？我该给侬正经事了。你哪里来的？是个唱戏的朋友，苏金武的。唱戏的朋友。哎呀，二爷，原来你有戏子也交起朋友来了，
这怎么得了啊？哟，与妻子交过朋友，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怎么不欢迎客人吗？那我也真不该来了。不，宝弟弟，来来来，宝弟弟，亲手啊。你们刚才这样热闹，在谈江山什么嘞？宝姑娘，你看，他叫我喜子也叫起朋友来了。喜子，可怎么得了啊？宝弟弟，你不要听这些话。什么事啊？阿姨，老医生，明日一早有贵客要来拜访，要你去会客人，又是陪客。宝姐姐，你听我讲，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陪着，你说这是为什么？那是认识你的人才出众，人家娘母呢，才都想来见见你呢。我无非是个手中艺术的熟人罢了，配人家娘母吗？哎呀，你怎么忘了？你原是贵妃娘娘的邻里，怎么不叫人娘母呢？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老多们来往了。大姑娘，你听听，世上哪有不牛做官人来往，且上下不分，牛西子混在一起的道理？是啊，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宝兄弟，常言道子呀，他来亲，谁不想报恩门迎门？如今你上的姐姐，老太太要我告白，真没承认，你去往告白去吧。我难道是准备着往告白的吗？大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人家劝他上进，他呀总骂人家什么老多啊，你想想，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呢？没有什么，时不早了，我该走了。宝姑娘，再走一回去吧。宝兄弟，我走了啊。我说宝姑娘，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啊。宝姑娘从心里宽大有我呀，今日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不至于会怎么样呢？提起这些来，宝姑娘真叫人敬重，可是你都人家身份了。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哎，想不到归国之中也会损上了这种风气。海军心花
我们众生新王府有一世子名叫齐贵，乃是我王爷心爱的，世间多少不见委屈，转身齐贵与琳琅榜友相交甚厚，亲自讨这夫妻也是琳琅的旨意，故自己老先生专指琳琅，亲将齐贵放回，一直可为王爷奉恳之意，儿子嘛，以免下官举密自空。雷神啊，回报你来。什么吩咐？只叫儿子进去是了，何必惊动老太太自己走来呢？你原来无我讲话，我倒是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叫我愁死去了。啊，儿子管教他，因为这是永中要做。老太太是这样，
做儿子是我担当得起。呸！我只讲了一句话，你就进修不起。你那样的棍子，难道宝牛就进修得起了吗？这牙用酒拧开替他敷上，把雨水捏都散开就好了。嗯，好，多谢宝宝这些。哎，当他这个样子，宝兄弟。怎么来了？我是那些皮牛车站，是不知道的。看，你可受了委屈呢。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老太太就过来啊！我走了，回头再来看你。
姑娘也生了。
妹妹。喜欢吗？姑娘，北姑娘的，有事无事跑来那小树上，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谁呀？多睡着了，有事明天再来吧。二姨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没有什么好的，就你吃。哎呀，
老太太休要客气，这是已经叫凤丫头忙完了。哎呀，大妈休说了，老祖宗啊，只是一人肉酸，要是不一人肉酸啊，早就把我也吃了你。你听听他这张臭嘴。我来了这几年，留心地看起来呀，神病二嫂子怎样瞧，总瞧不过老太太。哎呀呀，我的啦，我是尽老了，还求什么呢？那想当年，我像凤丫头一般年纪，那倒是还比他强呢。是啊，李太太，不是我当年奉承，现正反正，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儿算起，又是好又是丑啊，那都不是宝丫的哟、啊。老太太不骗了，是这样的、嗯、这倒是真的啊，我时常在背后听见老祖宗说起宝姑娘好意。老太太都预备好了、哦、老太太快请吧。李太太请啊，老太太请，这老太太给好
为什么此？难道还有一个子弟不成吗？妹妹买醉。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只要我你说一句话，从今之夜就两开手吧，你说吧。说两句，你听不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怪不得你不理我。好，我才敢这样呆呆妹妹，叫我立刻就死好了。嘿，谁要你多嘴万事的呀？好妹妹，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定是丫头们观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分出是谁，我定要教训教训。只要教训教训才好。对，在这两屋倒是小事，要是以为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严宝他们在这里，事情可大了。哎呀，你玩什么这些话？哎，你到底玩的欺负你，你玩的追我呢？有什么要紧呢？哎呀，我记得一例外呢。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就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果真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事实天天不长，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时白费了心，而且连你待在我的心都不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让你宽慰一些，病就会好呢。哦，妹妹慢着，让我再讲一句话好不好？我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今天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谁，只好挨着，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我在你梦里也放不了你。妹妹眼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咳嗽倒好一些了。阿弥陀佛。奇怪，你这个不相信圣道的人，怎么也念起不来了？你呀，子娟，外面风这么大，你还坐在风口里？看，看你身上衣服穿得那么单薄，妹妹已经平了。要是你再病了，那可怎么得了？啊，二爷，从此我们只可说话，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
那些文章人都有多会说你的，你总不留人，往后是要惹一帮因为这是我死的你。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保护你，是这样，你看她今天远上你，还恐远不及你。宝二爷，你怎么生我气了？不，我不忍生气。是的是了，叫的叫了，走的走了，将来你们闲闲的都不理我了。家名称来接过
娘，宝兄弟，宝娘，宝兄弟，志尊，你不能进，你不能进。叫李妈妈为民去做一位啊！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李家的人，来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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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不要紧，宝娘，当个去，当个去，当个去！宝娘啊，宝娘，宝娘啊，宝娘，不是林家的人，是啊，是娘来来，你是谁？是你的进来，不准你到领事，听见了吗？是啊，又不准你到领事，不许两姓领的进来，听见了没有？是。姚子，快叫声姚子，姚子，宝娘，现在终于放心了吧？是啊，宝娘。还是找三娘保佑成了亲的好，说不定冲一冲喜，病也就好了。我看也只有这样最好。我们娘儿两心还结结，算有只有真儿商量。老太太，老医生挑选媳妇，请老太太做主人时。可是老爷有事，娶媳妇要死得结拜，才能够相夫成妻装门楣。是的，是啊，哎。我曾经留心过的女可惜的女这女举止行动都会比不是包茶心浑人浑中端庄给你老太太，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林姑娘虽是羽毛悠悠在，只恐怕多愁多病不闻恩情。宝丫头得用几杯。
倒是很人性一点。宝玉说娶了她，说不定病也好了，人也就真到了。老太太说的是，既然你们都是宝丫头好，我的旨意也就定了。要是得牛崽子也想包查一包，这分总是自私终身就好了。老太太，我们心里虽是好，但林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倘是那女儿生于宝玉有心而死心，倒帮生出什么事来呢？月牙，你做什么？老太太，与我讲吧。是。老太太，虽说是金玉良玉天生手，只顾他不得的话。这样的人家，孩子们杀成这种心思，叫花生知道，脸上都没有什么光彩。对牛倒也罢了，我担心的是宝牛。实际上上一位那样的老气了，哎呀，这倒叫人难了。难道是不难？我倒有个旨意。方才听见的话不准准出去。太下。买，要是走漏了风声，当心死了你们的嘴。是。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调。Okay.
张大姐，你受了什么人的气量？林姑娘，你偏偏这个人，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我随时说出一句话，他们也不敢打我。你说出什么话了？什么话？话不只会报应，去报姑娘的事情。你说什么？那谁是会报你去报姑娘的事情？
天大的事儿放开手，包养你牛精神花模样，当开你美上素服中玉，
去保姑娘，现在今日中亲，希望都是林为收拾的，上头吩咐王不叫我们知道。这些人怎么这样狠毒冷淡呢？保佑，我看他明早死了，你那怎么脸来见我？林姑娘这样了，方才人妈妈和老太太商量过，那边要用你试婚的，要我试婚？周妈妈，你先请吧，等神死了，我们是早日出来替儿试婚的。只是林姑娘，我也可惜。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我可怎么去回禀上头呢？周妈妈，你只管去回禀上头好了。谢爷，给我走吧。怎么一个都不去？上头是鸟不过人的。
件事，黛玉在此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关心的，你好歹要叫他们送我回去。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第一件春心满意的事。王子名叫一笔一对，
妹，你给的这古东西做什么呀？我们何必用这些石头？宝兄弟，宝兄弟，宝兄弟，祖先郎中给东文人修大
快听，你们快听到林妹妹的哭声。宝玉啊，你寻一寻亲娘孙子。要是宝玉啊，你讲你讲，我妹妹多女命，两股平原也要跟，当今的八面风飞的天哦，也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我的年龄才相亲啊，死了也哭葬头坟，宝玉啊，老祖。我天下凡人扶苏秦，此间与妹妹共死罪，宝玉今日是大喜，你就病得这个样子，你好叫我心痛啊。我知道求你们也没用，我找林妹妹去，我找林妹妹去。找林妹妹去，宝玉。林妹妹她已经死了。
没